沧海一声笑，前奏十拍，有四段，每段四个拍，呢四段都系跳四次，跳到完为止喺十二点就系 ending。我而家舞蹈讲解，当我哋企位一阵时，膊头个位嘅位置，然后做前奏嘅十拍咧，就起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第一段，摇摆踏拎。再一踏，還踏之後點？開始，第一個八，第二個八，橫前橫前，第三個八，逐轉逐轉，五六七八行四步，一二三四，好啦，第四個八，收線之後踏右，腳向前面，前拋線，跟住踏翻嚟，五六七八，以上係第一段，第二段。當我哋收埋之後，開右腳雙雲手，踏咗腳前，開始退後四步，後橫前踢，後橫前踢，一踏前，開始第四個八轉八步。以上第二段，記得翻到嚟咧，我哋收線咧，劍指收線。第三段，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呢个五六七八噶啦，再变睇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以上系第三段，第四段做一个八，四个方向，阿飞。摇摆转方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踏飞。摇摆转方向，踏飞。摇摆转方向，如果四页之后面有十二点，就系 ending。